槟城慈济人举办岁末祝福，用爱招吉祥。志工也准备了静思点心与会众结缘。农历新年我都会送礼给我的一些比较好的亲戚，然后我就不用去外面买别人的产品哦。推广素食，变化多不单调，香鸡团队还提供各式食谱。师姐们都很有 idea， 拿这个来创意，然后做成火锅是不错。岁末年终，慈济志工更包装点心礼盒，包装祝福。希望他们得到些祝福咯，然后希望他们拿到这些定时的点心哦，他们会很开心。大爱新闻杨韵美、冯律熙、蓝景飞，马来西亚报道。